老夫永远升天无望了。你就传承一下吧，又不会少一块肉。哎，好吧，我愿意继承。哎，太好了，这一伙你俩也一起分了吧。一伙用来练习太恐怖了，太感谢了。老夫心满意足了，这下子在下就可以毫无牵挂的升天了。再会啦，各位修士们。小俊。啊，地清道君居然又顿悟了，短短几月。总之恭喜一清尊者。啊，掌门客气了。秘境中取出的灵芝和功法玉简都在这里了。啊，如此多的万年灵芝，此行辛苦师叔何意？巡天宗掌门何在？小小宗门竟敢伤我轩辕家的，快叫出谋杀三位长老的凶手，不然我等便血洗了这里。轩辕家的人这次竟然划破我们护山大阵而来，发生什么事？为何有如此大的动静？上清界轩辕家为何会突然来访？各位上清界道友突然驾临本宗，有失远迎，但不知何故要回我护山大阵呢？我轩辕家三位长老好心来此界帮你等一探新出世的秘境虚实，你们却不知好歹将他们杀害，我等轩辕氏不该来向你们讨回这笔血债吗？帮助他们来的时候是什么德行？其他人都看到了，可能是对各派修士动手被反杀了吧，真悲哀。各位道友，秘境凶险，发生什么意外很正常。诸位是不是哪里弄错了？还在狡辩！我轩辕家的人入门之时会在山石中种下追魂印，此印会在陨落之时启动，将受术者死前的影像传回宗门。杀害三位长老的就是此人，明明一个体内后，一个吃坏肚子阵法，少诬赖给我们啦！哎，师叔冷静，我等没有一战的实力呀。这世间能连杀他三人的，怕是除了上界真仙，也只有身怀绝世异宝之人。所以，还请这位道友归还我轩辕传世之宝——千叶草木灵。再不交出草木灵，我等必将血洗玄天宗。目的果然是草木灵，这群卑鄙小人。你就是易清啊？是，正是在下。你就赶紧自首交出草木灵，这么做对大家都好。师兄，事情并不是如此，这群卑鄙小人只是为了夺走草木灵。古月师弟，如今顾不了真相为何了，我们不能得罪上清界，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交出凶手。这些人为了自保竟然……师兄，你想点办法。师叔，是我真的无能为力，我真的很抱歉。全都一样，这些人在上清界世家面前连是非对错都不顾了吗？这个不好意思啊，草木灵是我的，人也是我杀的。哦，纠正一下，其中一个是易清杀的，还有一个是我杀的。师父，石英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就刚好吃腻了这里的菜，想换别处。徒弟，把剑拿出来，我们走吧，告辞了。你们要是不服，就来找我，跟别人无关。还发什么呆？快追上去，夺回草木灵。是，遵命。我等玄天宗这回成功守住了呢。虽然无奈，但这一切都是为了宗门大义。真是啊，易清道君啊！西秋，这个给你。师叔，这是？是化身尊者的玉牌。师叔，这是要做什么？他们是为了我才入的秘境，玄天宗护不住他们，我却不能坐视不理。上清界飞升，都不重要。我今日请辞离开。